先看哪一只？看哪一只？我躲在后面。看哪一只？看哪一只？顺子，你有没有过分哦？你看第三。
胆结核症吗？是未婚妻吧？是吧？哎，一起这样，一起这样。来，你从哪边来？侧会比较好，侧这边会比较好，刚好是在那边啦。我建议过来这边拍啦。那边，然后。
对，这样子，那也怕这样子就不会整个逆光嘛。所以这个灯塔好像没有很多人。啊，没办法、啊，你那个灯塔是整个反光的啊，你要懂我意思吗？你有字嘛？对，这样会比较好拍啦。你这样斜，你正面的话一定逆，我跟你讲，保证逆。太阳太大。对。对比太强烈。对比太强烈了。好。可以吗？随便的，要拍就要。小美女，可以帮我拍吗？可以啊。下面中间沿的，对，在中间呢，对呀、啊，怎么样？下面那是最大沿的，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在中间这一颗啊，这一颗啊，不是啊，好，在这里啊，在这里啊。炸几领衫你敢？对啊，我炸长长袖啊，鞋会冷啊。对啊。我迄款落啊，我就迄个流汗烫掉，内底内衫烫掉。他说满了，他跟我说满了。有哥。跟着你就对了，他自己在看那个阿杰跟欧，跟我干什么？跟到他，
运动饮料吗？
边那个。四十八台面具拢徛了，这小发大事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毛表后来。后来好了，后来就可以。我那个上面有啊。就前面。当前面发华联台下。就行了吼，我落雨，落雨。大概你看到要怎么样？
他谁写？是导航试太久了，对啊，就把他拉回去。那次是我第一次用，就叫大师。集合哦！跟着大家走就可以了。各位参与，面对这边。哦，好，集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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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概七个小时就要开充电了。灯一定要全程开亮一点。然后，如果真的想睡觉，我们今天建议各位找个地方小睡一下，睡一下想睡觉。如果各位现在一样还帮大家，或者你灯已经不会亮了，我们的补给车上面有备用灯跟电池。好，那原则上我们就在跟着你就对了，跟着我。分三场，前、中、后，也就是说前面的人。我们由魏大哥他弟弟来负责。陈正明在这边吗？那不靠压。当地的这个民神哎，开玩笑。然后中间由林凯跟我们武松大哥这边来负责，啊，他要负责中间段。然后后面就是由那个张国跟子鹏他们来负责后段。那如果说你是在负责后段的，你需要补给是就近找后面的中间以及那个，但是原则上你。看到是谁在帮你补给，就找他。如果你再有需要一些灯啊、一些打字啊的东西，补给车
上应该都有。身上我就可以。另外，你们他们会叫想吃什么？习惯。中餐、晚餐各想吃什么，你这就推荐下，我叫他点餐，原则上会满足各位吃的需求。但是，厕所在里面，谁带来的？这样啊，那个要进去里面。那我还是希望说，沿路上大家能够形成一个自然形成一个小村庄比较好。哦，你跟不上主集团，就到第二集团来；跟不上第二集团，就到第三集团来。因为不带游览车，前面有车那一块，不带游览车会走。好，不带游览车，不带游览车，不带游览车。如果真的你想要弃赛的，麻烦各位打给董事会，打给万总，小姐可以，他会安排游览车去接你们。但是有点像不算车，不会放那个。都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，这上面有电话。对吧？你的也有啊，对吧？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上面有电话。干嘛、啊？要不要看我？你又用不到，最少也要到花莲，到。花莲车班比较多。花莲车班比较多。火车票的钱，火车票的钱我有带。要有汽车带，他才让你上火车。啊，对哈，难道这次再包一个？这次再有，这次再包一包，那就当行李。当行李。塞一个，然后面试进来。还是要去。他骑这一台都可以帮忙。你就这样吗？没有，我把它设定。在操作吗？可是蛮有趣的，我见你车都走上来，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跟着一起上来，对啊，跟一起上来，怎么讲都不对。警察，他目前是从业最强数一数二的队员，对，很好。因为要骑在前方。跟你一样穿这个的，他也是穿这个的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拍地挥挥手就好了。哎呀！对啊，跑，跑过来。不要来啊，最后一次。进不够啦，在前面呢。怎么开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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